4月18日，蔡依林为了发行演唱会 DVD， 晚间邀请150位歌迷在游轮上面开 party。蔡依林穿着粉红荧光色的上衣，扎着金发辫子，露出110公分的长腿，在快艇上帅气亮相。不过因为晚间风浪太大，蔡依林一度站不稳，来来回回摇摆，快艇开了2次才让大家捕捉到完美画面。而她现场在拿着烟火拍照时，一不小心点燃了炮台，让她吓到脸色发白。不过幸好只是彩带。赵琳之前在记者会上看到 DVD 就不自觉落泪，这一次要有2个小时和歌迷共度时光，不知会不会眼泪决堤呢？我会就是尽量不要太 focus， 就让自己情绪不要太进去，就会比较可以冷静一下这样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